好，因为我们是马甲悍将，我是韩国人，我是沈梦，我是鹅跳跳。然后今天来一个超级强大的街坊，哇！我想到就觉得好刺激又好可怕，这个完完全全有可能会戳到玻璃心哦。对，因为这个很多事情啊，其实台湾我就讲有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就叫台湾嘛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不管宪法，还有我们的身份证上面都不是这样告诉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呢？也就是啊，请问一下，哦，这个 C H I N A 是什么的英文啊？对，那我们就直接答案了嘛，哦，就是 China 嘛，就是中国嘛。那重点来喽，刺激的来了。对，大家今天都会说，哎，这是中国啊。那我会问他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他一定说不是。不是，我是台湾人。这时候，对，我会反过来。哇，对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绿绿的是什么？他们就可能知道的人就会说这是我们的护照啊。那我就会问他说，哎，那我们到国际啊，他们应该都是看英文嘛。对。那为什么我们的护照上面会有 China？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看西门的民众们啊，到底对于这几个字啊，如果他今天看到自己护照上面都有这个字眼，那他还会不认账吗？还是他还会觉得说，哦，没有，我们就还是台湾？对，写错了，写一百个，他可能会看着这个英文，然后说这个念台湾了。对，哎，这其实下面有台湾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我们西门民众会不会像神猫刚刚讲弄错了吧 ？Let's go， 美女你们好，请问一下 ，C H I N A 指的是什么的英文 ？A 日本 ，B 美国 ，C 加拿大 ，D 中国。中国。哎呦，都很快哦。对。那你们觉得自己跟中国有关吗？这个没有吧，历史上有关系。觉得一点点。好，那来一个脑力激荡喽。刺激的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绿绿的是什么？护照。这是我们的护照嘛？都有嘛？对不对？对。那外国人都是看英文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我们在英文上面会有出现 China 呢？那这样是代表我们跟中国有关系？名字的翻译。对啊。哦，那可是外国人看到 China， 就像你们刚刚讲，就是中国了。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你是中国人？会吧。会吧。嗯，应该会吧。会。就是、不了解。不了解的话，会觉得我是中国人。对，那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要写成这样？为什么要写个 China 的字眼？对啊。觉得我们是中国人。哦，觉得我们是中国人，所以写的这个。可是你们是觉得没有就对了，还是突然看到这本呢？就是历史上有渊源而已啊。哦，历史上有渊源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，通知你们好。请问一下 ，C H I N A 是什么的英文呢 ？A 日本 ，B 美国 ，C 加拿大 ，D 中国。中国。那答对了。那我想问一下哦，你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吗？不觉得。不是。不觉得。好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吧？护照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是中国人，可是我们的护照上面英文会有出现 China 呢？不知道。上面看是跟中国有关吗？我们如果以护照这样的话，有可能有关，就是有一个 China 的字眼就对了。好，谢谢你们，帅哥美女你们好，请问一下。C H I N A 是什么的英文呢 ？A 日本 ，B 美国 ，C 加拿大 ，D 中国。你们觉得你们跟中国有关吗？啊？你们觉得自己跟中国有关吗？有关吗？没有，没有关，没有关，完全没有关。那为什么上面会有 China 呢？不知道。那所以我们跟中国有关吗？很好玩哦。没有吧？还是就是看到还是觉得没有关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好玩哦，海外可能那些海关看到我们的护照，会觉得我们跟中国有关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他们只看得懂英文。算是今天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吗？之前有在你们都有办护照吧？有注意到护照上有这几个字吗？有吗？也是有，可是没有去多想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。就这么简单。谢谢你们，同学你们好。你们好。想要问你们一个脑力激荡的问题啊！是，好，请问一下 ，C H I N A 指的是什么的英文呢？中国。哎呦，不是美国嘛？哦，不是美国。哦，好快啊！好，那你觉得你们跟中国有关系吗？我觉得没有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护照的，是护照。那为什么上面会有出现 China 呢？
我觉得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。你觉得还是没有？海外的人会觉得这样认为啦，对。但是你们觉得是没有就对了啦。OK， 我们要调查就是这样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们，同学你们好。请问一下 ，C H I N A 指的是哪里呢？啊 ，C 加拿大。跳跳跳跳。加拿大，中国啦 ，China。C H I N A， 那如果是 China 就知道了，好。哦，就是听到拼跑音就知道是什么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跟中国有关系吗？中国。对。感觉蛮好，感觉蛮好的。自己的血缘啦、啊，跟中国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就对了。好。好，绿绿的这一本。中国的护照，中国的护照，台湾的护照，我们的护照，我们的护照，好。那为什么上面会有 China 呢？可能他们海关看到，他们会不会认定我们就是中国人？会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所以今天写着那个，你们觉得也没什么关系，就对了。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。哇，我们今天遇到很优秀的美女们，好不好？他们今天在帮大家做公益啊。是。哦，那你们是学生吗？啊，我们是对学生，大学生，大学生。好，那今天的问题一个脑力激荡啊，应该你们都没问题了。很简单。好，请问一下 ，C H I N A 猪，中国，中国。哦，都没什么问题。觉得自己跟中国有关系吗？如果用那种文化来讲的话，可能是有的。可是如果用国籍来讲，可能是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就让人家觉得是台湾人的感觉。小时候是觉得是有。但是长大后就发现，在台湾好像慢慢跟中国也没有什么连接的感觉。哦。那为什么上面会有 China 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要出入各个机场、各个国际机场，是受到中国的打压，一定要讲。我觉得。哦，因为受到中国的打压，所以要出现这个。对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被打压？经济或者是各个方面都好像都比他们弱。哦，那我们一年赚大陆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年了，哦，所以你认为就是我们觉得今天被打压，所以才会叫这个 ，OK， 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，同学你们好。下 C H I N A 指的是猪，猪没有问题。哦，都很快。那你们觉得自己本身跟中国有关吗？你们觉得自己跟中国有关吗？一半一半吧。一半一半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什么？一半一半的意思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虽然在国际上我们是被认为是在中是中国，可是我觉得台湾自己的民族是觉得自己独立的，我觉得自己独立，只是还没宣布而已，就对了。好，好，护照，护照都知道吧？对。那为什么英文会有 China 呢？因为。我们可能对外界来说还是属于跟中国并没有什么差吧，就是像我们现在看一些影集，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视频，就是可能会有些人这样讲之类的。对啊，就是台湾人还是会有什么中国人，就是用一些中国人的字眼，所以就干脆直接在护照写 China， 会让别人有这个认知说，哦，你是属于这国人的。哎，怎么讲？我不会讲，反正就是，给外国人一个认知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是，所以因为你基本上你在海关，你给他看，他是觉得你是中国人啦。或许吧。应该是吧，吼，是那个意思吧？但是你们认知是不是就对了？不，还是对啊？所以到底是什么人？真的好混乱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。都有点烧香，没关系。大家对于台湾真的还不熟悉，必须要帮着 China，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比较大国家，然后他们并不知道台湾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才会帮上 China， 才会大家知道我们是中国。所以有一个就是记在人家下面，人家才会知道我们是什么的感觉。好。OK， 这样也是一种讲法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的街访。哇，跳跳，请用一句话形容今天的街访的感受。我都觉得好乱哦。哇，真的超混乱的。真的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做出一个创举。哦，我觉得其实台湾真的，我们长期过的生活啊，就是怎么样，上面也骗，下面也骗。对。哦，其实大家今天都搞不清楚。我们跟 China 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完全一个本末倒置。对，大家有时候很奇怪，是把我们政权跟我们的血缘，对，还有把我们从哪里来都搞混了，历史全部混乱。对，全部混完了，所以很多人很奇怪，就是他今天可能看到说那本，哎，
他还不觉得自己是中国。对。那但是我们今天我就讲啦，我们去海外，他今天他看到那个，他就觉得你是跟中国有关啦、啊、因为你都讲 China， 对，就是中国了嘛。对。不管我们英文是多么长，对，都是一样嘛。是。所以今天人家的认知，就像我长期讲的，如果台湾一面的搞仇中，然后让这个所谓美国他们继续仇视亚裔。之前也有台湾人被攻击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根本分不清你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，真的。对，其实我想要告诉大家是，今天我们只是血缘被这些政治人物给分离了。讲简单，因为他要制造一个敌人嘛，是。所以现在全面的把台湾好像中国的字眼就是个敌人，很畸形啊，我们就是连着一个中国的东西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政府从上到下都在骗，都在骗，真的叫骗子，真的。所以今天用这个完完全全可以证明我们的论述。还有今天台湾的这些，我们真的是随机问哦，完全没设定好的哦。每一个答案其实基本上就是怎么样错乱，或者是突然。我看到最多的表情就是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我印象中那个英那个好像是 T 开头，怎么变 C 开头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对，我到底在哪？如果今天你不喜欢，那赶快叫民进党改变嘛。啊、尤其绝亲们，赶快叫民进党改变嘛。对。为什么要让街头上这么多人？混乱呢，而且 Keep on 引来了，我们整天说我们是民主的社会，是。那请问一下，他英文，那你有没有听人民？你看每个都已经不认为我们是中国啦，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宣布台独呢？其实刚刚有一个很特别，他是说应该是想要让我们觉得我们是 China， 所以这样写。那你怎么不想是谁这样子写的？对啊，那为什么是谁想让我们这样子？对啊，那执政者今天民进党就是靠台独起家的政党，拔掉啊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今天不把它拔掉呢？对啊。要不把它改变呢？对，所以你看嘛，今天台湾就会产生这种错乱的情况嘛。那你不如整个为了独立而战争一下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敢呢？还是你们没有走，就只会在骗呢？好了，如果觉得今天这一集非常混乱的，请帮我按赞。那如果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然后也支持我们的跳跳，还有三帽，大家按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